它的深度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校正，比如说潮汐水位，比如说温度、盐度的海水密度的校正。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校正结果，它的深度也应该在300米左右。那么这个深度呢，比较起世界上我们已知的最深的美国巴哈马群岛的这个Dean's Blue Hole 要深的202米，差不多要深个接近100米左右。因此，它是世界上最深的蓝洞。